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有笔吗？笔？有，我没有笔。34个未接来电了，刘宇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你好，你可以听我吗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先说新年送祝福，这里是腾讯视频年夜反串大使，有啥说啥，使命必达，我是公号 K2122 into Amiga。 你好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哇，你很开心，你很开心。你开心吗？我超级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的名字是什么？你的名字？我叫何乐乐。我想自我介绍一下，不知道你还。你。在去年 party 的活动上有一个，最后一个上台，哦，你的海螺洞，就是我，我记得，我记得你，你是最后的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，我记得，谢谢，好感动，你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你，我非常喜欢你的感觉，那个时候你很开心，然后我很开心，那个时候谢谢。然后我可以问你，你有什么想要在年夜饭完成的小心愿？你对对对，你的小心愿。我的心愿就是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再参加一次你们 Into One 的签售会，还有听到你在线下开演唱会，我可以在现场听你唱歌，这就是我今年和明年最大的心愿了，米卡。哇哦，谢谢，哇。因为我是你的声音粉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声音和音乐，然后你的歌我都听过，Tell Me， Road Trip， 143 NTH， 还有你最近cover的歌曲，哇，你知道所有我的东西，哇哇哇，谢谢，你一直支持我，哇，谢谢，对，我也马上，你说。我想说，因为你，我就特别特别喜欢 R&B 的歌曲。哇哦，我也特别喜欢。然后你每次翻唱都可以被原唱翻牌打 call， 所以我有一个很小的心愿，就是我想唱一段你唱过的歌给你听，想听你夸夸我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那我开始了。可以，你开始，我想听。哇。海边的风，屋檐的雨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。没告诉你。好听吗？哇，非常好听，哇，真的非常好听，你很厉害，哇，你的声音好听，谢谢，哇，谢谢，你唱的超级好听。你喜欢这首歌吗？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我知道你看过了这首歌曲，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。哇，我会什么？现在是一位，可能在。二月的中心我会发还有一个 cover 一首歌，所以你对，一个英文的歌，然后一个中文的歌，对。哇，太好了。对。那你可以再分享一些你的歌单给我们吗？那个音乐的名字吗？什么？对，你有一些。
喜欢，最近喜欢听什么歌？哦，最近我什么歌？我最近听很多的 Justin Bieber 的歌，他的，对对对，他的非常什么？他开始的时候，他非常少的时候，那个一首歌的名字是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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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Justin Bieber，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。可能如果我可以 cover 这首歌，我非常想 cover 这首歌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我很。然后我有很多的中文的歌，但是我想这是一个秘密，所以我不可以告诉你现在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什么？Ariana Grande 有一首歌，那个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对对。然后最近我听很多的Bruno Mars。啊，对，你知道？对对对，我非常爱他，对。所以我最近听 Justin Bieber， 然后 Bruno Mars， 就这个两个人可能对。哦，好呀，好呀。对，你喜欢他们吗？我也要去听一下。我知道，我很喜欢他们。嗯。你有什么新年祝福想要送给米卡或者送给自己的吗？哦。有啊。你有吗？我希望，当然。嗯。我希望我们性感、迷人、帅气、可爱。努力的刘妮妮，希望你能够永远开心健康，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新的一年写更多的歌，赚更多的钱，买更多的衣服，然后我们会永远支持你，爱你的。哇，是，我也希望你每天开心，然后。对，是这个，因为我也想每天开心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也每天开心。谢谢，对对对对对，谢谢谢谢啊。Right， 你还在吗？你还在？我还在。哦，好，你又还你啊？还想问你，就是我们都很关心。然后你有没有想合作的歌手，喜欢的歌手，将来一起合作舞台啊，还有歌曲？就是别的歌手吗？歌手？对，想跟他一起唱歌。哦，我跟他一起哦，谁呀？你希望我跟谁一起创作歌吗？你有人吗？有哎，谁？你说，我很喜欢周深，就是当时的导师。我也，周深还有谁？周深还有一刻静谧，你知道吗？一刻静谧。哇，可能我知道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，但是可能我听到了他的歌。对，如果有机会，我真的很希望你。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合作。哦，我也希望。OK， 我会告诉我的公司。然后你有别的问题吗？我有。好。你在中国这段时间，我知道你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。我觉得这些城市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文化嘛。所以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呀？我觉得你可以猜我喜欢的地方，可能是上海、三亚还有北京，因为我很喜欢上海，因为上海有很多。的年轻的感觉，然后上海非常城市，所以我非常喜欢上海，所以我一直去上海的时候，我去购物还有去玩，所以我喜欢上海。然后可能我特别喜欢三亚，因为三亚让我想到夏威夷，所以我一直
一直去三亚的时候，我非常放松轻松，然后我一直开心，所以对这个两个我觉得我特别喜欢。如果在未来我可以什么，我可以住上海或者三亚，我想对。好呀，我也在上海，然后三亚也是我的家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现在你在上海吗？对的，我在上海。现在上海是你的家吗？我在上海工作。哦，哇哦。哇、wow, 我不知道，哇哇哇，你很 lucky， 我也想去上海。好呀，欢迎来上海。妮卡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音乐呀？就是我创作音乐的时候吗？或者就是对啊，写作。可能我我不知道，我难过的时候我喜欢创作新的歌，因为就是我喜欢 R&B， 但是我也喜欢很难过的歌，很那个 slow 放松的歌，所以我一直难过的时候我创作新的歌，我觉得对。我们想听你新写的歌，但是不希望你难过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不难过，所以现在我没创作新的难过的歌，所以没事。It's okay, it's okay. 好，就这个吗？期待你以后新的作品，还有之前答应我们的 vlog。好哦，我会。对不起，我的 vlog 很忙，所以我想说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们会等你的。还有，我们知道你身材很好，然后肌肉很多，我们也很喜欢看，但是为了你的健康，还是要多穿衣服，不要感冒。啊、好，谢谢，哇，你让我很开心，谢谢。好。谢谢你。谢谢，真的很爱你，我们都很爱你。谢谢。OK， 后面我要说，我可以说吗？我的后面的，好，就是最后的，少了不说，多了不唠，送个祝福，财商到，祝你小年夜夜快乐，2022幸福安康。对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我爱你，拜拜，谢谢。